我们看这里，他说某厂牌手机型号 MS2021 有五种颜色，这五种颜色我用 ABCDE 代表，黑的、白的、绿的、红的、蓝的。甲乙两人打算各自购买该型号手机一只，且互不相影响。若每种颜色的手机被选购之几率相等，则甲乙购买同色手机的几率多少？好，那随便买，随便买的方法数有几种？哦，就甲的话可以买它、买它、买它、买它或买它，有五种可能嘛？那乙也有五种可能，所以是五的平方。然后呢，甲跟乙哈、哦、买同样的颜色有几种可能？同时买它，甲乙同时买它，甲乙同时买它。或买它，或买它，或买它，有五种情况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甲跟乙呢，同时买同一产品、同一颜色，它的几率就是 NS 分之 NA 啊。哦，这是五的平方分之五，所以是五分之一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 A。